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米龙哥。今日呢，我们来到了玩具玉哥，又是这个乡下的地方。没有错，那我们来看看到底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？LEGO， 有道具哦。有 LEGO 啊，有没有巨甲？哦，黑龙哎，喷个巨甲毒蛇给我们吧。没有，哎，有哦，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机会。哇，皮卡丘好，272，哦，杰克罗姆，巨甲武者胆小虫，这样还跑出来，来个第二场吧。强大宝可梦的气息，好哟 ，nice 啊、哦，这个应该没办法拍到600，536，有没有杰克罗姆呢？那来了。另外一只是续性的巨甲武者吧 ，nice。哎，我们两只电系的电不死他们吧？惨，我觉得我两只好像死不了。没什么伤害，再来一个十万伏特。哦，巨甲武者去了，可以。丢球了，超级球！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咚！爆掉了！第一场果然不太顺利，可惜了。因为没有人在排队，所以我们再来第二场吧。对战不过，打出杰克罗姆，真的是这样。出来吧！杰克罗姆，另外一局，皮卡丘，乌拉多根，放个利招，放个利招，转一个，下上下按，带着72的侵略无间阿北 Ken， 没事，好，那给他按个35，直接解决这只杰克罗姆。哎，23，没有，可以了吧 ？OK， 来了。我们要丢这一颗球了，到底会丢到什么球呢？精灵球，刚刚超级球没有中了，这一颗精球，两个啊，这么难的，再来一次强大宝可梦，有没有强大宝可梦？这只杰克让我们打三场哦，球之力有没有？又是大头杰克木。哇，还是没有啊！可以 ，Excellent， 我们准备丢球吧！来了，丢一颗激励球，哎呀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哇、哦，还是爆掉了，太可惜了。辛苦了吗？只有强大宝可梦的气息，辛苦了。对战不惑第四场了啦，有没有来个求之力？哦，这一台不太声控哎，怎么喊怎么没有。第四次了啦，哎呦，两只三星，我们派出两种不一样的宝可梦哦。看这两只有没有机会帮我们带出来？哎呀，对方按照闪避我们的龙之波的失误，哭啊！时光咆哮，50的伤害，哎呦，秒杀！会丢到什么球呢？去吧，哥斯利，超级球哎、欸！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哦，又爆了！有没有第二场？有没有第二场？没有了。现在是我们有一个妈妈在打。哦，草喷哦，有没有机会草喷？
看起来是嘣，没有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的第五场啊，有没有求之力？求之力进，巨甲舞者啊，有没有巨甲舞者？看起来是没有。第五场了呢，走过来，巨甲舞者，大秀，我们要抓一个巨甲舞者，有没有机会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水哦，风摇，大宝可梦的气息。武士啊，武士啊！一二三，哇！十万宝箱，这一招蛮强的哦。哎，没死，雷球被挑起来了。好，那这样子，我们给他一个那个三手二龙好了。浩正哥啊，这个重拳一棒也要死，不过时光跑，哎，不是。地压如塔，应该直接可以把它给解决掉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有，有了，我们要丢球了。推，技高级球，这个高级球有没有进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哦，好难呢！巨甲舞者，你们要吗？没人要，我要把它拍掉了哦。那我们就下面一位了 ，Lego。哎，第六场，第六场，有没有一个球之力？没有，又是叠背龙，捕获徐阶。交响乐有没有机会出这只杰克罗姆？三个。哭啊，辛苦了，第七场。我们的草盆妈妈啦，攻击防御力提升。第八场的啦。喷起来！喷起来！喷起来！求之力！没有！大图！好了，我们今日就打到这里了，谢谢各位收看，拜拜。今天是礼拜日，我们要赠送十张四星的宝可梦，然后每一张四星呢，如果中奖者呢，我们会再赠赖婉仪送的三星，所以呢，等于你收到的卡片是两张哦，一张是四星，一张是三星，所以我们会抽给十位观众，就是上排这些宝可梦，下一部影片就会抽奖了。订阅后留言就可抽奖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也帮我们分享一下吧。昨天的影片呢，会送五星的哦，记得如果还没有不知道的，赶快回去点我昨天的影片，会送五星的宝可梦哦。OK， 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各位收看，我是米油哥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托啦，谢谢各位，各位拜拜。